嗨，欢迎大家来到魔鬼城，听到名字了吗 ？Devil City， 魔鬼城哦，很恐怖的地方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山啊，有土，但是没有水，没有树。摸起来像石头，但是告诉大家一个秘密，这个不是石头，这个是树，是一个有2亿年年龄的树哦。2亿年前已经预示着今天为中国加油，中国加油！开心，一生人都没有试过这样，有空大家来试一次吧。Camera， action。这个广告里面讲的就是古天乐在一个地方发现了我的雕像，然后回到了7000年前，然后跟我们一起并肩战斗，打败了敌人，然后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雕像，像我吗？蓝色的。中国加油！哇！都是给我一个人吗？大家分着吃。快，各位，慢慢吃。哇，这是大牌鸡啊，真的很大牌。像新疆人吗？这是我小时候吃的东西，很久很久没有吃到这个。这个地方叫做黑油山。那么为什么这座城市叫做克拉玛依呢？其实克拉玛依在当地人的这个语言里面，克拉玛依就是黑油的意思。1906年发现啊，成为中国最大的一个油田，然后闻名中外。开始。